林芝，你这是要去干嘛？家里的竹笋又长高了，我去挖点竹笋。原来你家种的还有竹笋啊？对呀、啊，以前都是妈妈在挖、然后这两天她忙不过来，我去把它挖点，然后拿去街上卖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啊？一会儿？可以啊，正好我意啊。小龙哥，慢一点哦。哦。今天下雨，庭院有点滑。嗯、好，没问题。哇，林芝你好全能啊，什么都会。这有什么稀奇的，从小就会这些。哼，我也来试试，看起来挺简单的，我就拔这个好不好？会。小龙哥，哎呀，哪有你这么搬的？来，快。那我教你看着。看起来挺简单的嘛，选竹笋，然后就是握紧它、然后轻轻的旋转，它就下来了。哇，我让你闻一闻我们这里的竹笋和你们县城里面有什么不一样。哦，闻一下。嗯，有一股清香，还有泥土的芬芳，青草的味道也都有。我们这里的竹笋都很新鲜的、我们有三月笋和八月笋，他们吃起来很爽口的。这个苦笋做一个苦笋肉片，它应该味道很不错吧？对呀、小龙哥，你是不是饿了？就想着吃，快点帮我搬完了，然后拿去街上去买，一会儿就没人卖了。哦，好的，遵命，干活。嘿，拔不动了，这个。哎呦，太小了。小龙哥，我们摆这里吧。可以，这里人流量比较大。哦，林芝，你选的这个位置挺好的。来，我来帮你摆吧。没事，我来就。小龙哥，瞧那边。嗯，对。你太贴心，叔叔。这是本地的，是吧？对，本地的。分你这一块，我们好多没。分你块钱的，是小小的这一块吗？对，都一样的。一块一块，全部都一块。一块就一块吧。要少肉，那再交。对，都是好的。一块就不交了。我们刚刚才从山上带下来的。菜交了，你香一点。要得不？嗯。哇，生意这么好啊！对呀、哎。一下就。不抢了。一下就被他们抢光了。这边小的很嫩。啊，对，小的少的，那你们都一块钱，都一块钱一样的。我跑着你的，老是那小的少的，我跑着少点。哦，小的少点。一块钱已经很便宜了。你那小的大的才一块，小的都一样的，都一样的。大的样喽。一样的。一块，阿姨就一块。小的，我跟你说小的，那大的就掉了。那你就选大的嘛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怎么了？不晓得选吗？太少了，太少了，都不够卖了。明天我多拿一点。哦，明天多跑一点。你们那回家了，你放好的，你的老人家放两块钱，你问好一点。不是别人都买两块了，两块多了，我就只买一块，都一样。买不起，你是小的。就一块，阿姨，我们来的那么远，从山上下来的。不晓得，咱家上高头好牛。不是山脚上，我们在很远的山上。谢谢。开心吗，林芝？赚了五块钱啊，我们。对呀、然后全部都被他们叼完了耶。对呀、婆婆这个十块钱，你拿十块钱。谢谢。又收获十块啊，林芝。啊。又赚了十块啊。对呀、阿姨，这个三块钱。哇，三块钱的嘛。嗯，对。我说喽，三块，不走就对，三块，三块，哎，三块，谢谢爷爷。今天生意好好啊，林子。对呀、明天我多搬点拿来卖。好，赚两个好。可以，送你两根啊！送你两根。慢走，爷。拜拜。林芝，你这口才随便到哪个店都是销冠了。
小龙哥，你又耻笑我。我才没有了，刚才那么多，然后现在卖的只剩一点了，还不承认自己厉害啊。哎，林子，这个天好像要下雨的样子啊。但是我这么多竹笋还没卖完呀。你的大客户在，全部给我装上，林子，就装这个口袋。这么多竹笋，你吃得完吗？我也不是一个人自己吃，我是帮别人带的。哦、嗯。对。其实这么久了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林子。其实我是一个收山货的，我把这些笋子寄到公司选品的部门，看看能不能顺利的上架。哦，好吧，小龙哥，你想的真周到呀。我以为你自己吃了，这么多竹笋。上次我不是说过帮你解决困难吗？然后这次正好有竹笋，我把它寄到公司去，好吧？给我装上吧，来。居然笋子都卖完了，我们就回家吧。好呀。哎，小龙。小龙哥，今天见见你呀、啊。回去慢点啊，林子。老板，林子的家怎么还没到啊？这也太远了吧！哼，你看你这么胖，走走路有什么关系啊？太远，就当减肥了。哎，别慌。嗯，怎么了？前面是不是有一群小朋友啊？是啊。哎，好像是林子。是林子是吧？嗯。叫一下，林子。你声音，声音，林子。是他们是吧？是他们，走走走，过去过去，走走走走走。你在这里干嘛，林子？快过来看我干了什么东西、啊。快点！哎，好累啊。带这么多东西呀、啊，小哥。哼，你看我带了什么？这是文具书包。林子，你忘记了过几天是什么节日吗？是儿童节呀。儿童节啊，对呀、啊、但是我家里面没有小朋友呀。你家没有小朋友，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可爱的小朋友吗？你是给他们带的吗？对呀、啊、哦，对了，林子、嗯、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小郭。林子你好。他看起来比较胖，但是年纪比我小。没有。哎，叫小龙哥。哥哥，小龙哥哥你好。小龙哥哥你好。你们好，小朋友。这个弟弟太乖了吧，他的大眼睛。他有个气球挺可爱的。弟弟你读几年级啊？一年级。一年级啊，哇，好厉害。是这些小朋友，他们都是就是爸妈都是出去打工了的。哦。然后一直都是我有空的话都是跟我待在一起。哇，太羡慕你们了，挺开心的嘛，一天天一起玩。乖的。哇，你带这么多东西啊。这也没多少，就是给小朋友带一点。你们看，小龙哥哥给你们带了那么多东西，喜不喜欢小龙哥？喜欢，喜欢吧。哇，小龙哥帅不帅？帅。那我们现在就发礼物好不好？好。现在你们从小到大一字排开，林子，这个任务交给你了。好，这个排第一个，来，你排第二个。别动呀，站着啊！你看小郭，把东西放下，放下。小弟弟，这个粉色的文具盒送给你，好不好？谢谢呀，喜不喜欢啊，小朋友？喜欢的，他比较腼腆。粉色的书包也给你，好吧？谢谢呀。来，下一个。下一个，来，这个书包挺帅的，帅不帅？帅，帅啊！应该要说什么呀？喜欢。来，小郭，扒一下。来，小朋友，嗯、喜欢吗？喜欢，哇，今天真的是过年都没有这么开心了，他们。嗯，可以。小朋友开心就好了嘛，只要小朋友开心，我们就挺开心的。
谢谢小波叔叔。哎，小朋友别动，叔叔问你个问题啊，爱不爱学习？爱。爱学习是吧？哎，来一个帅气点嘛，人家男生帅气点。帅气点。小龙哥哥，啊，不用气，小龙哥哥，我是小龙哥哥，兄弟，我是小龙哥哥，小弟弟，他说反了，哇，这么多，我们排成一排，来，排成一排，两个小朋友，小龙哥送的书包喜不喜欢？好好学习，我们好不好？好，然后努力的读书，走出大山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每天也要勤洗脸啊。你看他这个小花猫每天早上早点起来，然后洗脸刷牙，好不好？好小朋友，你们现在可以拿着自己喜欢的书包回家了。谢谢小龙哥哥。谢谢小龙哥哥，我们走吧，我们回家吧。哎，林子，你不能走，怎么了？你要等一下。怎么了？还有事情吗？小郭，对。嗯，来，林子，试试看。我这是什么呀？哎呦，快拿一下，重啊，挺重的。这个是给我的吗？对啊。为什么要给我呀？呵呵。小朋友有的你也要有啊！我这么大的人了，还要过节呀？对啊，希望林子以后像小孩子一样开开心心的。谢谢小哥，来，我也希望小哥哥开开心心的。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，后面有个山坡，山坡上的枣树，每当秋天到来，我们把枣装满口袋。